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？陳偉業議員，先啊，黃國興議員提到人民力量，我希望你能夠即係公道啲咧，俾翻些少時間，我作合理嘅回應。嗱，頭先佢話我哋做嘅嘢咧係冇結果，所以咧就浪費。財政預算案嘅審議就係透過你支持或者係反對。 係俾壓力政府就翻公共政策、中公共理財作一個嘅選取。你工聯會話爭取呢個嘅全民退保老人家嘅退休金，你話搞過好多遊行同政府傾，咁政府都唔睬你咁多年啦，你係咪浪費啊？你做人都係浪費啦，不如消失喺呢個地球。咁所以呢一種邏輯呢，第一係完全唔理解呢個制度嘅運作模式。 更加冇利用呢個制度嘅力量去爭取佢所謂嘅理想同埋個目標。如果工聯會聯同其他泛民議員清楚表明，如果政府唔做全民退保，就否決個財政預算案。你有35票喺度嘅，你睇下政府夠唔夠膽唔俾全民退保啊？嗱。 你係冇利用你手頭上嘅武器同埋工具去為老人家爭取啊嘛！你喺度浪費同埋淨係做 show 啫嘛！講我哋拉布做 show， 你工聯會做 show 做咗20幾年啦！遊行示威，遊行示威咪攞個傳媒嘅報導，跟住同啲老人家講我遊行咗啦！你有個武器喺呢個議事堂，透過否決爭取全民退保，你唔做，而係做埋曬啲咁嘅戇居無聊嘢。 跟住就指責我哋做 show，我講完噶啦，主席，我只係譴責呢啲低B定低水準啊，低B低水準嘅議員，佢嘅發言、佢嘅評論就顯示佢個膚淺同埋低能啦。咁好嘅議事堂，咁好嘅投票權，你可以用而迫使到政府可以接受全民退保嘅，你10幾年都冇用。 陳偉業議員，我俾講完，主席，仲有冇其他議員？